財富人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題目。咁我好開心有機會睇到公開組朋友啦，中學組嘅同學，佢哋好用心去拍一啲短片，去表達佢哋對金錢啊、財富啊、人生一啲價值同意義嘅睇法。有一個短片係Mystery， 我自己特別鍾意，因為佢喺剪接啊、技術啊，甚至係我覺得導演對演員嘅表演都有一定程度上嘅幫助。我特別鍾意佢係完全表達到佢對財富人生嘅睇法，一個好正面嘅價值觀。咁我成日都同大家講，其實技術嘅嘢你當然要好，但係其實真係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點表達你嘅故事。咁但係風格之外，如果你能夠好清晰表達到你想講嘅訊息，咁咪會更加好，就唔好因為風格而犧牲咗。大家睇完啊，覺得好得意，但係大家摸不著頭腦，咁就唔係咁好咯。甚至係我覺得今次比賽裏面，財富人生比賽裏面，有一啲有一兩個故事咧，覺得其實可以發展成一套長片噶。咁啊，同學們、朋友們加油啦！我覺得裏面有好多好有趣嘅諗法咯。咁對我嚟講，反而技術性上嘅完美是不要緊的，技術性上有瑕疵是沒問題的，反而我是反而着重於他們的原創，他意念怎會想法，也都很幫到我去了解，哦，原來有些年輕人是這樣想東西的。他們講故事的方法都很有趣，譬如他們的立點啊，和他們的入位啊，會跟我們一些這麼傳統的講故事的方式不同，那裡對我來說呢，是一種的好 raw 嘅創意，即係一種好 fresh 同好 raw 嘅創意。其實都有學習嘅功能，對我嚟講，即係我睇到就係話，原來而家年輕人係要用呢個角度去講故事。其實公開組裏面幾條片都唔錯，我仲記得有一條片，我唔記得個名係咩，佢個音樂係做得好好嘅。嗰條音樂，我係覺得嗰個音樂係近乎係可以邀請個音樂人去做長片嘅音樂嘅配樂嘅。我覺得作為一個年輕嘅對電影有興趣嘅年輕人呢，就係話都係要保持一個天真，大膽啲，唔好怕死，甚至乎有啲離經半道都可以。呢，這個電影係絕對容許不停咁有創新嘅。其實大部分嘅水準都好好嘅。我最 surprise 就係中學組嗰同學呢已經開始有啲風格啊，無論攝影啊，或者係個劇本寫方面啊，或者拍攝手法啊，even 嗰啲小演員啊，都好似做得好好咁啊，比我哋近年細個，我哋細個其實都唔識，咁啊希望呢班年青人繼續啦，繼續努力啦。如果真係有興趣拍嘢嘅，繼續睇多啲有關於電影嘅書啊，或者問老師啊，如果真係有興趣嘅，可以參加演藝啊，或者我哋 Ivy 都好多電影訓練班嘅，係咯。跟住當然係要好刻苦啦。嗰時我記得我哋拍戲係有開工冇收工嘅。我曾經試過一日連續開工，大概三日三夜。咁阿媽問我究竟你去咗邊咧？咁嗰時我哋就係付出好多啦，捱眼瞓啦，或者捱鬧啊！而家年輕人一定要有呢個精神啦，好努力啊，好捱得啊，好接受人嘅意見啊，唔好自以為是啊，即係唔好認為自己學咗兩堂就好似天下無敵，我可以做導演。其實係困難嘅，但係如果你有志或者有個目標去做咧，我覺得你會學到我一樣會做到你想做的工作，或者拿到你的成績。